什么？怎么不用小船荡起来？我觉得小船打野厉害点，上单打到后面感觉输出不够。你没这种感觉吗？李白不知道什么开，我上单打谁啊？他们辅助关羽。李白应该是红开还是蓝开？让他先推吧。乖乖，可以的。这还好还好，没有上线上去浪，不然他过去给我一刀我就死了。现在你就稳住，是吧？上单求稳，不要给这个打野压力。你一死，这个打野他节奏就没了。我想一下，啊，他这边过来，哇，跳的飞起，红开，不好吧？想一下，跟我对着点，这关羽不在了，他就没资本跟我浪了。想一下，他们那个不怕，我开二技能，他打不动我。主啊，别主错了，他还准备秀我。二技能已经用了，一二技能全用了。李白去下路了，啊，这里不急，他捡我甲，叫了一波，刮他一下，非要起他一波，让他乱秀。他现在肯定知道我没有技能了，啊，这个人肯定死了呀，对吧？你刚刚上面去怼他一波，他肯定很自信，就是要跟我浪，把自己浪死了。这里一个小兵好像拿不到这个塔吧，可以去吃这个药，把他吃。为什么我扛塔？可恶！好，还是强行想拿这个塔。对面李白应该是红开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塔一拿去反他们家红是有道理的。塔一拿我到四了，到四了，觉得可以打了。关羽好像在绕上，秦桥集合，我觉得能打。他站着不动了，瞎走呗。顶了一手，接个大招，这个人死了，问题不大。他还想顶，没顶到，刮他，叫一下，再劈一下，给个大招，晕倒，死两个。这边还在打，李白刷大，不慌，还能打。别急，我去追他。小走位，叫，刮，他一顶，我一起，再见。这波大赚呢，感觉他们就炸了。简单来个反上甲，他们游戏就玩不了了，好吧？飞越鲨鱼群的头顶，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体验。现在的话，这个李白。他没拿这个红，红有压力，他去拿蓝了，拿蓝抓下，闪现没给到，可以，闪现已经交了，切了个青剑，这个人肯定死了，是吧？现在我跟这个巨妖精打就完全不怕，但李白又不在了呢，看一下，把这个野怪抢了吧。李白去哪了？下路，先清上路兵线。这边米莱迪过去包应该包得到，给个大招，一套技能扫他，这人死了。李白应该要配合巨妖精上来抓我了，但是我捏这个大招捏这个闪现，他应该是拿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波能大招起手，算了，往这边包，他一手捅叫一下，刮一下，起一波，起一道直接接大招 A 他两下，他这边反拉要减我速吗？没有减，还是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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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几个叫一下 A 一下，反手过去刮一下，直接大招走。哎呀哈，可以，刺激。我先以为只有李白一个人过来，结果两个人过来，我加个闪现大招准备拉走了，就这个绝境给了一刀还是让我死。嗯，不急，赶紧做反上甲，
往中路走。他们那边很难受的是推塔的人没有，对吧？这个不知火舞啊、关羽啊，都不是推塔好能手。上路，他是不是开？哦，他也在 B 暗影战斧。我看一下，包一下，包一下，应该是包到了。我让我的队友上去卖，给大招，晕到，一技能刮 A 一下，起交闪了，算了。过来反他们家红。你这个让他打无所谓的，他打不动我的。他这个大招交的吃口药，好像这里面是有人的，直接大招晕到他，一技能刮 A 起，起一波。你这别急，小走位不慌，给了个大招晕了一下，我一技能刮他减速了，马上大招好，他开了个大招不急，我接晕二技能，他一手眩晕，他马上大招刷出来，刷了大招后面没后续了，给了一下 A 两下。死了，问题不大。这边关羽过来，我一技能刮没有刮到，不急，开二技能，他要不回顶，没有回顶，两边一起包吧。项羽往这边走，我们往这边包。啊，这人应该死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们清兵一下吧。啊，你别说他活下来了。好、啊，没活。现在的话，去补一手暗影战斧吧，差不多。啊！我怎么一过来，我的队友都死了？啊，我自信了。可以，这个不知火舞开了个大招大闪，把我的队友都打到了。我想一下，继续刷中路好了。李白好像在拿蓝，他叫我过去，但我这个蓝量过去没意义了，撤了。老夫子赶紧把下路给带了吧。这个老夫子一直没有参团，那他为什么带条线带这么慢，而且下路还爆炸了，这什么鬼？我们一直四打五啊，这个老夫子什么都没做、啊、可以完了。我感觉好像巅峰遇到老夫子都有点慌慌。上路带线别急、我这随便让他打，他真的是打不动我的，你放心，我带的铭文都是那种肉铭文。把这个暗影战斧一做，然后来一个不死鸟之眼，他们那边应该是没有人能一套把我给秒了的。这个人怎么这么调皮啊，我真的是从头跟他到脸上打到尾，他都不一定能杀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对吧，他这个橘右京，我把这个防御装一做，他拿我没办法了。他连我被动都，就是我还捏这个被动，我被动都还没被打出来，我要是打出被动不停的刮，把这个血量刮上来，他更没有办法。这两个人怎么又死了？哎，我真的好烦啊，我有点看不懂我的队友。别闹，好好玩。你看这个人也在这里调皮。哎，行吧，加个盾，大招刮，溜了，回家。不死鸟之眼。我开语音指挥，我指挥不了他们了，这个东西只能靠悟性。请求集合。上路抓，这人在编名刀。好，他死了。他交闪没有用的，再见了。啊，他最后一秒把名刀给买出来了，那我们请求集合，是不是可以打主宰了？下路都是人，那这边拿主宰应该问题不大。OK， 哎，他过来叫他儿子过来打这个主宰啊，你这儿子养着。可以，买装备，往中路靠，吃口药。下路两个人，这老夫子可以，这老夫子强大的突破口。这里肯定有人呐，过来呀！完了，思路又不一样了，很烦。刮，起不到，开二技能，可以，有点烦。他是不是打我一套？我知道你在，
那又如何眩晕，他起一波他交闪，他这边过来顶，还顶过来踩，哎你别远离我呀，你是远离我，我是怎么救你呢，可恶，嘿，哎呀快点，你的儿子去咬他，哎，咬他咬他就咬他，啊咬死了，可以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呢，是吧，大呱叫起吃药闪，完美，这边过来蓄力中箭，我们输出在哪，交的不慌，讲道理还能打，我觉得还能打，他拉走位给了高兴的减速，我这边大刀再见，问题不大，这里好像要刷大了，急不急，买装备等他回来的位置与之一战，他不回吗，我的兵很秀还可以，大叫这边要刮大，不急，你小心，他有二技能，他打我不现实啊，我肉的飞起，完了，我好怕他死了，啊，我拿 buff 行吗，啊，你帮我点两下好不好，我拿个蓝不回家了，吃口药，哎，我好怕我们后面打不了啊，这个老夫子让我很慌，呀可恶，啊，这边可以包，哎，我们发起进攻吗，与之一战，大招叫再见呱 A， 我这个有蓝就随便丢大了，现在出什么呢，快点打，啊这个关羽也出来送了，应该是被大住了，啊这个儿子疯狂咬这个咬这个塔，很棒，啊你回回回，啊起起不起，我 A 叫大再见呱，叫叫盾拉走位，我吃口药，往这边走，叫盾可以，他儿子在咬这个基地，我这边大招一技能呱呱呱呱呱 A， 往这边我起起起起起，叫盾 A A大招，他的儿子还在咬，啊，疯狂 A， 啊，可以，他的儿子咬咬咬这个基地，咬起来，咬咬，呱呱呱，起，叫盾，追，追追不追？他怎么把他追死了？啊，我刚才那个大招为什么跟他擦肩而过？啊，我们人去哪了？最主要的是。这明明可以一波的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，好，这里闪现接了哈基叫 A 呱 A， 哎哎哎哎，完了，我是不是炸了，不是，我很肉，我可以的，我叫盾，我一技能呱，他们打不动我，我是神仙，我给大招眩晕他 A 一下，二技能再见，再见朋友，吃口药好吧，有办法吗，都得死，小盾接大一刮，小盾哎，小走位，不急，他的儿子在疯狂推塔，咬啊咬这个塔，哎你这别这样丢啊，小盾小走位，不急，他劈这个兵刮叫 A 起顶大，不急，叫刮 A， 这边刮闪，哎没闪，对不起，可以点这个塔，游戏结束了，没问题，很强，你懂我意思吗，夏侯嘛，屌啊，屌不屌，
就是这么屌，谁玩谁知道。